组长来帮我喂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来来来，你喂他吃最好吃的熊掌便当好了。这个，他的 logo 呢，就是他身上这一套厨师的造型的服装，也是欧熊组长的那个六大元素，有美食元素的厨师的造型。那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组长来喂一下我们欧熊吃一个好吃的熊掌便当，还有这边的鸡蛋啊，是今年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是一定要喂它吃好吃的鸡蛋，做得到吗？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左前右前方，好，我们先说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左前方，一起来吃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左前方是一个叉烧肉。我们厨师要照进来哦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左前方，可以吃一个鸡蛋哦。等一下一起吃一个鸡蛋。好，有鸡蛋，还有里面还有一个梅子。好，另外大家会看到那个请那个红椒哦，写一个 T 哈，代表就是台铁，搭乘台铁一起到云林看灯会，特别是在今年的时候。不能只吃肉哦，要吃蔬菜。我来。